之狂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儿的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销魂，梅花残浓。先听动静。少废话，有人没有？没人，没人了。这会儿已经起床了，不是在厨房忙，就在前院打扫，还不会到后院来啦。哎呀，快走啦，快！三五六没事，神不知鬼不觉呢。你乐得很呢。嗯，奴才该死，奴才也该死。如此胆大妄为，是饶不了你们。额娘请息怒，这不该他们两个人的事，完全是我的缘故，请额娘听我解释。你彻夜不归，是该好好跟我解释清楚。你说你这一整夜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在城西郊区一栋小四合院里。那是什么地方？是谁的家？一位姑娘的家，她叫白银霜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几时认识的？什么姑娘？又是在哪儿认识的啊？上回阿玛为我在龙源楼跟多龙打架而大发脾气，其中牵扯了一位卖唱的姑娘，就是她。梅娘，梅娘，你快去打温水来，快点！快点，快时间之内，你们就。
就搞成了这样，你不是这种孩子，你不是的呀！额娘，额娘别这么激动嘛！额娘，母亲，额娘，请妈妈告诉我说，你最近老往外头跑，一出门没耗上大半日的你不回来，我还叫他别瞎操心，说你自重自爱，绝不会有问题的。昨儿是熬不过他，才到你房里来，预备跟你谈谈的。没想到，我一等就是等上一整夜，还等出了这些叫人难以置信的事来。你怎么如此荒唐呢？还有你们俩，哎，母亲，发生了这等事，居然一个字儿也不告诉我，瞒的是滴水不漏，枉费我对你们一片信任。如此放心的把大少爷交给你们啊！额娘，请听我说，既是知子莫若母，而且我身边人也是你所信赖的，那么无论如何，你可以确定一点，事情并非你想的那么荒唐啊！再说，我也正预备跟你和盘托出的，是真的，额娘，我真的要说的，因为我必须恳求你的支持跟帮助，才能让遗孀进府啊！什么？你还要把她弄进府来？不成不成，我绝对不会答应的。额娘，哎呀，快别这么着！你娘熬月等你，可不是进窝功夫，当真是熬的呀！你从不彻夜不归，光是为你担忧着急、胡乱猜想的，就已经折腾够了。刚才已经挺不住了，你还忍心再刺激他吗？贝勒爷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世上有三丑：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。你什么人不好挑，偏偏去看上这种身份最低下的人。那是世俗的眼光不足为凭。银霜虽然出身低，可是他人格是高尚的，是冰清玉洁的。他冰清玉洁，却这般轻易的便委身于你了。因为他一片真心相对呀、啊，别说是委身了，就是为我舍命，他也义无反顾啊。他怎么说你怎么听，我看你是给魅惑的神魂颠倒了。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一个王爷的嫡长子，将来荣华富贵集于一身，为了攀附着你，他什么话说不出来啊！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什么也不图，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。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叫你觉得难能可贵，骨子里呢，只想把你抓在手上，想要什么还愁得不到吗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他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。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呢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相信的。那种在风尘中打滚过来的女人，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。为了免你越陷越深，打这一刻起，你跟他就算完了。我不许你再提他，更不许你再去找他。我不能没有他。不听我的话，你要违抗我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自小到大，你一直是又孝顺又听话的，现在居然要为一个风尘女子而否你的母亲吗？她完全是为你好，怕你误入歧途啊！额娘，我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是办不到。儿大不由娘。夫君，风尘中不是没有奇女子，白姑娘就是一个。她要是贪图荣华富贵，那又何必得罪多隆，引来杀身之祸，落得卖身葬父的凄惨地步？奴才亲眼见他当众与多隆拼命，几个大男人拳打脚踢，他都不怕。奴才这一辈子佩服的人没几个，白姑娘算得上是一个。还有，白姑娘心里非常善良，自己刚刚安定下来，看到别的可怜的人便忍不住要去帮忙。现在跟在她身边的小丫头就是从外面领回来的乞儿，说是买来伺候她的。可白姑娘不端什么架子，把人家当成小妹妹看，一块儿种菜，一块儿干活，勤快得很。本来贝勒爷把什么都打点好了，可白姑娘照样过着俭省的日子，一身素白，为起老父尽孝。
白姑娘从不跟贝勒爷要什么，唯一要的就是那一半的白狐毛，费了好大的劲儿弄了个白狐绣瓶，这还不是为了贝勒爷吗？所以奴才斗胆认为，这些不是一个耍心眼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。如果福晋能亲自去见见白姑娘，便知道奴才说的没有半句假话。福晋明鉴，这篇话要是奴才来说，那便一文钱不值啊。可阿格丹他是个实心眼的人，性子呢又刚正不阿，打从头起反对白姑娘最激烈的就是他。可他今天能够说出这篇话，足见白姑娘的为人呐。他反对的激烈，可是我这儿呢，还是给瞒得密不通风。哼，那么准是让你给压着了啊！奴才不敢，这奴才见识浅薄，这白姑娘好是不好呢，这奴才也看不出来。可贝勒爷天资聪明，慧眼独具，看中人哪会有什么差错嘛？所以奴才便毫不迟疑的谨遵贝勒爷的吩咐。狗掀门帘，全靠一张嘴。福晋可以不相信奴才，可是不能不相信贝勒爷跟阿格丹，是不是啊？不过呢，就是说来说去，总还是百闻不如一见嘛。好了，你还提，你们两个呀，非但没有尽到本分，这会儿还一个接一个的野风吹火。亏你们说得出口，竟然要劳驾福晋出动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是恨不得立刻把他带到额娘面前来啊，可是困难重重嘛，只有恳求额娘委屈些，纡尊降贵一回，好不好？等你见了银霜，你跟他谈了话之后，对他的观感一定大不同于前的，好不好嘛？给我跟银霜一个机会，求求你额娘，求求你嘛，额娘，求求你了，额娘，好不好？阿克丹，这就去套车吧。谢额娘，谢额娘，谢额娘，谢额娘。我得回房间换件衣服。好了，你快到账房取银票去，拿个500两。你准备用银子打发那位姑娘？嗯，我非要她心动不可。她要再闪撩，我自有话狠狠地吓她一下，要钱要命，让她看着选好了。你搁到肚子里头，到时候跟我一唱一和的。嗯，是。小个子，你怎么又来？嘘，别多说了，快叫白姑娘出来！快，好，好，见过福晋啊！白银霜见过福晋，福晋外父金安。福晋外父金安。额娘，伊丽。这是满洲话，叫你们起来了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我要同白姑娘谈谈，除了秦妈妈，你们全都在这给我等着。坐。
这是500两银票，只要你答应瞒住浩真，火速离开北京，远走他乡，他就是你的了。不，别赶我走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一定是贝勒爷向您提出了要接我进府之事，惹您生气了，所以要赶我走，对不对？可是，请您听我说，我自己知道我是根本不配进王府的，我丝毫不敢奢望。当贝勒爷跟我提出要进府的时候，我就应当极力表明态度，不该让他去触怒您。我错了，我真该死。惹我生气的，何止进府一事，你。你不要再做戏了，你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全知道，这会儿扯不上进不进府，我根本就是要你一刀两断，你还装糊涂啊？一刀两断，不能不能，我不要。你大胆。父亲，既然你知道我已经是贝勒爷的人了，那我也不必羞于启齿。我很清楚自己跟贝勒爷在身份上的差距，是有如天壤之别。我也很清楚未来有所谓的指婚，以及满汉地位之尊卑。可是这些，我全置之度外，因为我只想在这间小院子里自食其力，一面就近照顾我爹的坟墓。一面以报恩之心等待贝勒爷偶尔驾临，让我有机会伺候伺候他。以外的我别无所求，我绝对不会惹麻烦，也不会妨碍任何人。如果您不喜欢他常来，那么就限期见面吧，我一定遵命。总之我什么都遵命，只求您别叫我一刀两断。你就当我是贝勒爷喜欢的小猫小狗好了。您高高在上，何必跟一只小猫小狗来计较呢？何必说得这么可怜呢？既然能把一切置之度外，这样看来，你也是个想得开的人，又何苦一辈子没名没分，甘为猫犬？这岂不是太钻牛角尖，自相矛盾了？年纪轻轻的，别白白糟蹋了。听我的话，把银票收下。我倒愿意费点心，先把你挪在一处隐秘的地方，然后再慢慢的给你物色个对象。运气好嘛，做个正事；要是差一些，充个偏房。总尽力，不让你太委屈就是了。您的意思是要把我许配给他人，要我负贝勒爷。您不在乎我的感觉，也不在乎贝勒爷的感觉吗？福晋是为你着想啊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以你这等人才，又有咱们福晋在后边给你撑着，总会配个好人家的。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一门福气呀、啊。你赶快谢恩吧。我不要银票，我也不要什么对象，我要什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，我虽然行走江湖，但是我也知道忠臣不是二主，恋侣不是二夫。你这孩子太不识好歹了，放着坦荡荡的路子不走，你偏偏作践自己，看看清楚你在跟谁别扭，特杀大胆了。你告诉他，跟我作对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我这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福晋既不能容我，那我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出什么岔子才好，早知这样我就不吓唬他了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你说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？
我在这儿。我宁死都不负你，不负你。额娘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说，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，为什么还不信任我？为什么这样不爱惜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今天逼银霜以死明志，是不是也要逼我生死相随呢？傲真，我对银霜之心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请额娘恕孩儿不孝。你切莫再动赏叶刀，我不再逼你就是了。谢福晋大恩，我给您磕头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我代你磕这个头。免了，免了，都免了。不能免，一定要。这是为银霜，这是为我自己。谢谢额娘，多谢额娘，多谢额娘。多谢额娘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。是。那么，额娘是不是也答应让银霜进府？这难办。奴才倒有个计较。你计较最多，我知道。说吧。渣。是这么着，王府呢平白无故多个人，在王爷面前自然要套说词儿，就说白姑娘是奴才三婶婆的干女儿，因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，三婶婆见她可怜，替她打算条出路，这便找上奴才帮个忙。奴才跟福晋一求，福晋呢动了恻隐之心，一口答应下来。收在府里做个丫头。好吧，就照这么说吧。多谢额娘成全，多谢额娘成全。福晋，我知道以您的尊贵，竟然愿意宽容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。任何话语都不足以表达我此刻心中的感受，多说无益，只有等到我进府之后，为奴为仆，任凭差遣，甘为去世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您这片苦心的。你心里明白就好。这趟耽搁不少时候了。是该走了，是该走了。你要多保重。好好照顾银霜，不管什么补品药品，只管去买来，别给我省着。贝莲，只管放心好了。是，咱们理会的，理会的。贝莲，来日方长啊。对，来日方长。
只恨不能寸步不离地守着你。他们让我把他带回去，也要为相思之情。手绢给我吧。银霜为了表明心机，不惜以死明志。这染血的手绢，代表他对我的痴，对我的情，还有一份死而无悔的决心。在我看来，他是珍贵无比的，请让我保有他，好吧？额娘带着心事，要你掩护银霜进府，你就想同我联合起来，一块儿欺瞒阿玛。你心中千万个不愿意，却是为了我，不得不勉为其难。孩儿罪过。罢了，也不知道是我太宠你了，还是果真对那白姑娘改观了，连我自个儿都说不上来。投缘，投缘，这俩字儿果真微妙的紧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福晋和曾贝勒都回来了。曾贝勒大喜。卢塞班跟曾贝勒贺喜，也跟福晋贺喜。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。哎，你们娘俩上哪儿了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今儿个是喜从天降啊！皇上明发上谕，颁下圣旨，你们竟然错过了圣旨。皇上把蓝公主指给你，你就要做额驸了。这可是应了你的金口啊！上回皇上召见，又是文考又是武考的，你就说过可能是皇上在择婿，这可真是没出你的所料啊！那你瞧瞧，圣旨在这儿。刚才接旨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。皇真，让他看，让他看，让他真正欢喜一下嘛。蓝公主的身份虽然是位格格，但她自小进宫，又深受皇上宠爱，因此降恩特准，完全依照公主喜降事宜办理。那咱们浩真自然是名正言顺的额驸了啊！怎么了，浩真？哥哥脸色不大对劲儿啊？莫非还觉得不满意吗？快别这么说了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你不能随便拿来说笑，知不知道？哼，真是的，上主之婚。多少人巴望着借此来欺荣顾宠，他们求还求不到的。
若不是你哥哥脱颖而出，让皇上刮目相看，这才把天之娇女指配给他，何懂慎重其事啊！你自己也在选拔之列，心里清楚得很，自个儿不争气，现下说什么风凉话呀？谁说风凉话了？他是不对劲儿吗？脸上一点开心的样子也没有。你别抬杀！疼上了火，怕是受不住了。对对对，他不太舒服，所以才那就赶快回房歇着吧。外边得到了喜信，待会儿登门道贺的人只怕是络绎不绝呀、啊。养好了精神才好应付啊。不错不错，先回房再说。呸！好像。在这个时候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指婚呢？我不管她是格格还是公主，我都不要，我都不要，我只要银霜。你疯了你啊！除非你不要脑袋，否则你如何违抗圣旨？快别糊涂了！你不是今儿才知道有指婚这回事儿？打从你解释起，学习这礼仪规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的终身大事是要等着上头指定的，是不是？你跟那白银霜心里不也都明白吗？即便是能够在一起，碍于他的身份，或者他要一辈子妾身不明，可他倒知足，明白终身有了依靠，这就是福气。你怎么却想不开了呢？你要是当了额驸，全家光彩不说，皇上还要格外的器重你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这你都想不透，岂不是为了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了吗？额娘教训的是，我是犯糊涂了。刚才在大厅上那么失态，实在是因为我正满怀欢喜，满脑子憧憬，却一下子叫这道指婚的圣旨给全体打个粉碎。我当时几乎有一股冲动，想把这道圣旨给撕个粉碎。你可千万别在感情用事，胡思乱想了。额娘放心，姿势体大，闹不好就会祸及全家的。我心里面就是有排山倒海的感情，我也会忍着、压着，进退得宜就是了。你切莫心急，我总答应你，迟早把白姑娘给你弄进府来。可现下这事儿得暂时搁着，你也忍一忍，别再到他那儿去了，一切等到婚后再说吧。没骗你，没骗你，谁知道雨点正好落到枪头上，有这么凑巧的事儿。其实也不能说巧了，上个月皇上分批招点少年亲贵，贝勒爷曾经大大露了一回脸，当时皇上遇事折扇，现在想想，就是在清点驸马爷嘛。是啊，是啊。贝勒爷变成驸马爷，他一定觉得开心极了。呵，你是说的对极了，他是当场差点开肠破肚、挖心掏肝的，说他不要蓝公主了，要不咱们愣给拦住，让那布置出不了口，不然眼看的就是一场滔天大祸了。哼！不，你千万要帮我劝着他，我不要紧，我真的不要紧。
说来，皇上把公主指给他，足见对他恩宠有加，如此光彩荣耀，我应该替他高兴才是。我为什么要掉眼泪？是因为福晋，他给了我一份希望，突然落空了，难免会有些失望。不过，这不算什么。我本来就不该希望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你千万要帮我，别告诉他我伤心什么的，就说我会好好的。你会这么说吗？我就等你这句话。你这么识大体，贝里爷是不会亏待你。不过，你心里得有个谱。这么一来，静府是得缓一缓。贝里爷也只怕好一阵子不能来看你了。我知道。事发突然，谁也没奈何，任凭我这脑袋瓜子再管用，这回诸葛亮失了锦囊没计了。哎，你可别想岔了，当这是一场打发你的诡计啊！不，不会的。安心要来打发我，不来理我就是了。何须要你赶来跟我通风报信？是是是，白姑娘你是聪明人，看得明白也想得通。那就这么着，我得赶回去了。这会儿呢，咱们王府多半贺客盈门，不能不回去当差啊。老将，你带句话，告诉贝勒爷说，我总是一心一意在这等着他。你放心，肯定带到。沈波，送我出去吧。哦。啊，你可千万把人给我看紧了，以防他一时想不开呀。这还用得着你说？今儿个我已经领教他这个烈性子了。浮事多磨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赵公公到。请更衣，外的客人多得不得了啊！哎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先搁着吧。你可回来了，放开！你们先下去吧，让小扣子来伺候我。是，快点。啊！你见到他了吧？都跟他说了吗？他怎么样啊？哭了没？哎呀，废话，自然是哭了，哭得很厉害吗？很伤心吗？他还好啊。还好？是啊，他说这是一件大喜事，可见得呢，皇上对贝勒爷是荣宠以及啊。他还说他会好好的，请贝勒爷您安心。他说话的时候脸色怎么样？是不是心里哀怨，所以嘴巴上反而说着反话啊？哦，这完全是他由衷肺腑之言呐、啊！奴才看得出来，心里难过是自然有的。不过他明理又懂事，所以只要泪水眼光里打转，愣不给掉下来。他勇敢得很，贝勒爷，您真的不必再挂心了。还有呢？他还说了什么没有？说了什么没有？他还能说什么呢？总之就是乖乖在那边等着你嘛。就这些话，就真的没别的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再想他了，打起精神跟环衣上去见客了。外面黑压一片人头，全都在等着你呢。你不老实，没跟我说实话。
银霜为了表心机，把头都撞破了。现在听到这个消息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描淡写，几句话就算了呢？他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可怕的事？你瞒着不敢告诉我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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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他怎么不伤心？我都要娶别人了，他怎么可能会不伤心呢？哦，原来你想知道他伤不伤心啊？哎，你早说嘛，这奴才以为不告诉你比较好，省得你难受啊。其实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其实他跟你好到这个地步，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奴才去的时候，香琪正在照顾他吃东西，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碗也打翻了，东西也不吃了，还抓着奴才直嚷嚷，说是骗他来着，眼泪就像黄河决堤，整个人激动的什么似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是贝勒您的心上人，可当时您不在身旁照顾他，这情急之下呢，奴才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只好代替贝勒爷指天是什么海枯石烂、天荒地老，那个连理枝、比翼鸟、同翼鸟全都出笼了，哎，这样呢才把他安抚下来的。真该想个什么法子溜出去才是啊！不成，贝勒爷，你可千万沉住气啊！奴才求求你吧，白姑娘就怕你闹出事，千叮万嘱要奴才劝住你，所以先前故意说的轻描淡写，刚才却又形容的过火了。其实真正也没那个样了。哎，那到底真正什么样？这奴才不会说啊，说清你不爱听，说中你又受不了，这旁的心思奴才一猜就透。可是男女之间感情的事，就摸不着头脑了。不过有句实在话，你是非听不可，任白姑娘再伤心再难过，也绝句你不要冒着出事的险去看她，你得先好好的，她才能好好的，你们才有希望可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样美丽的烟火，大概是王府为了庆祝贝勒爷被指婚而燃放的吧。此刻王府中定然是座上无虚席，尊中酒不空，他呢周旋于宾客之中，心里可会想着我，还是酒酣耳热之际，也不免被奉承的晕滔滔而感到欢喜了呢。别吵！你们听！
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